엄마 같은 스타일이 좀 이렇게 제가 좀 기댈 수도 있고 좀 제가 힘든 일을 겪었을 때좀 이렇게 대화를 하면서 이렇게 풀 수도 있고 저는 아빠 같은 스타일. 야, 이놈의 새끼야! 据台媒报道，韩星李东旭主持的综艺节目《李东旭享受脱口秀》近日开播，男神孔柳作为首席嘉宾，一连录制两期节目，这是他与李东旭暌违三年再次在荧幕前合作。节目中谈及两人理想型，李东旭说喜欢像妈妈一样的类型，遇到困难可以跟他宣泄倾诉。孔柳则打趣说喜欢爸爸类型，被亏两人一个恋母一个恋父。再问女性的何种样貌最有魅力，孔柳回积极的女性让他觉得有魅力，更认为现代时代进步，求婚的一方也不一定是男生。李栋旭则道喜欢会安慰人的女生。有趣的是，在选择对象时，孔刘会看对方的酒品是否良好，认为酒后没有失态才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。遇到心仪的女性，孔刘与李东旭都会立即与对方告白。孔刘说会需要时间培养感情，会将当下的情感铭记在心，不是一心动就马上行动的类型。